师傅，如果师兄偶尔会上网玩玩电脑游戏可以吗？会不会沉迷？对修行学佛有影响吗？修得好的人根本不可能玩游戏的，不能玩游戏的。不能啊，根本不能玩的。像你这种人还去玩游戏的，老顽童了变成。哦，没出息，你还有时间玩游戏啊？哦、念经念经念不出来，你觉得你还能活多长啊？我问你一句话，你躺在医院里的时候你会玩游戏吗？不会，因为整天都在痛。好了知道了吗？明白。